态度会影响你人生的宽度、长度。态度会影响你修道的高度、平稳度。人生和修办路程的宽度、长度、高度、平稳度确立好。相信每位贤士心中的温度，会因为你的坚持而不断持续加温。那离成仙作佛则不远矣。反之，用负面的态度面对你的人生，则逐步趋于深渊。